秀峰地区生产的大西瓜向来是以沙脆口感及鲜甜多汁而闻名，目前正是采瓜季节，整个市场的需求量大增的情况之下呢，变得是奇货可居了。而果汁一饮而尽呢，也可以感受到满满的清凉，浇熄炎炎夏日的酷热，现在正是体验花莲大西瓜独特魅力的时候。松梦大西瓜品种以华宝为主，在木瓜溪溪流干净沙石地的环境中，每一颗都可以长到30斤左右，外皮颜色淡绿，散布青色的网纹，果肉鲜红多汁，富含胡萝卜素、茄红素、维生素以及矿物质等，是营养的夏季圣品。西瓜好吃好喝好在哪里呢？因为都种在沙石地上，好，沙石地上的西瓜呢才会刷丁够好讲，而且呢还会弹牙，好，所以说今天这块地呢哦，就是最适合来种西瓜。花莲西瓜位在西瓜的市场呢，以及卡欧邦诶，什么叫卡欧邦？你知不？内雄后给，让大家呢了解西瓜，除了吃好吃的西瓜呢，更能够知道西瓜的一个采收还有生长的一个情形。花莲大西瓜随着产季到来，从南到北陆续由玉里、瑞穗、凤林、寿丰等产地采收上市。产期开跑后，往往会被老饕抢购一空，因此想要品尝的民众要预先订购，以免落空。记者林杰，寿丰乡采访报道。